哎呀，可会了，他看他老天天擦，他也跟着擦。来奶奶家了，小优啦。奶奶在这接你。哎，你咋让他不走嘛？哎呀，一个多月没看着大孙子了，是吧？那哎呀，后面搞的。做毛呀？后面搞的这个。这先回了。妹妹，好不？妹妹。哎呀。上面有个脑。坏了呗，抬东西整的。我要不我能让你下楼吗？他后备箱里有东西。能抱动吗？上楼啊。我爸还没回来呢吧？没下班呢。哎呀，我这丧。哎，给我妈累毁了，还有腰托，不让她抱不听，非得抱上来。收拾吧，收拾那木头不干。问啥呀？这阿爸村一个外个的。他不知道。阿爸村外个的这个，阿爷很个外个的，阿爷很个。干嘛？这个是我姐夫给你拿的，那什么东西啊？搁哪儿去了？这个，这叫啥红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是红参。红参。啊，搁这，我也有我还种那个，我包那个搁这，是人给爸吃了。还有那个十五年的人参粉那个东西，拿不来呀。嗯，有了。啊，东西太多了。是那个内蒙阿姨给买的那个什么果干儿，哦，然后还给邮了那个牛肉干，但那牛肉干拿不了，飞机不让带都。这是给爸买的两条烟。啊，这也是内蒙阿姨给你买的。妈呀，纱巾。妈呀，太谢谢了。收了这么多礼物。反正这里都吃的。嗯，这是我们在那个国内给你买的吃的。哎呀妈呀，这么些吃的呢？这个你们豆浆粉给你吃的，早上不上班吗？嗯，没时间做饭，喝点豆浆啥的。然后这个是黑米，我爸头发不白吗？嗯，没有，你爸头发真的喝一半多了，是吗？嗯，有二片嘛，中吧，还有第二面，他这个没多少。他我爸头发还不是白呢，他那发黄红啊。跟的打这个没多少。嗯，两对个春饭能给这个。这冷面本来给你拿的，给我姐拿两袋，现在没货了，家里边。我木耳忘给你拿了，给我爸买瓶酒，我爸就爱好这口。每次都买酒呢？那我爸不愿意喝吗？这大米，稻花香二号，这玉米，西双版纳的，都是好东西呀。吃吧，在农村。哎呀妈呀，高不高兴？好吃的。嗯。对吧？这蒙古阿姨一个太谢谢了，一个每次上淄博、上沈阳的时候又给我买的，什么玩意儿，我好吃的那么多呢。等来韩国的时候，你好好招待招待吧。他来韩国吗？有机会来，想。那绿豆糕，我爸不干活，去年中暑了吗？嗯，空运买的。那不是那红包。那是我内蒙阿姨给买的。我们是吗？冬枣，我儿子跟着一顿穿。这个也是来的吧？妈呀，太谢谢了！我刚在我姐家来，妈。嗯。他们买那房子可好了。是吧？你没去看去啊？没去。你去看看，他跟我爸休息一下。哎呀，我去干啥呀？我也没去工去。我工作。今天干活了吗？我妈现在又干了一家那个清扫活啊，两家呢，两家呢。我爸又上工地干活去，现在又恢复原来打工的生活了。苦的事。我以前这个手受伤了呢，完了那个里边筋就裂了，又就是不敢吃地。现在这是抬啥抬的呀？那天。我们来韩国的时候抬那个箱子嘛，沉呐，23公斤，我这么没使好力气，一下子就给筋那啥了，因为他以前受过伤嘛，然后我也没当回事儿。当天晚上我来的时候，我就发了很多箱货嘛，一箱货20公斤嘛，能发了50-60箱，然后就手就受不了了，疼嘛。完了第二天，我那个去医院看了。我这个上斤了。嗯。蒙古阿姨来的话呀，我得好好招待着的。收拾收拾，准备做饭了。你姐姐家房子大不大？挺好的，还行，三口人住正好。嗯。
等你跟我爸休息的时候去看看。我寻思他们进去之后去看看去。啊，他进去的时候，到时候我们还得去。现在不卖钻进去吗？嗯，那我就没去嘛，我也哪有时间去啊？你爸干活也得拿着嘛，我记得他都睡嘛，那么陪伴他这样的。是。但是我也没去。现在累不累干活？我干活不咋累，四个小时一都一天。啊。一天四个小时还能得，嗯。就清扫呗。啊你啊，还盯着你们。啊，地里活也干。花旦。啊。花旦的铺包包，我们都包么，一整个都好过。那干两家。哦。那一周也得干好几天呢。一周干好几天那样的，上个上周还有大上周呢，天天干那个。啊。你休息休息。我爸还不知道我带孩子来家里了呢，他只要看见孩子的话，老高兴了。你找奶奶抱的。哎，不让你出去。奶奶做菜呢啊，我给你做好吃的啊，等会爷爷回来了，他老往这儿。我们一来，我妈就做孜然牛肉，你看他又进去了，出来儿子，不行。都说韩国牛肉贵，我们吃的是进口的肉，这个肉便宜，所以能吃得起，知道吗？这个肉是贵的肉啊，这个肚皮肉啊，这个是。这也是进口的吗？不是韩国的。嗯，不是。韩国本地的贵。但是这是肚皮肉。确实有点吃不起。一年呢，能吃个一次都不错了，韩牛。我把门关上了，这下进不去了吧？这孩子可淘了啊。是。一会儿也不待着啊。我小时候也这么淘啊。哎呀，你那边的都不用做的。我爸回来了，老舅好。啥都来，你手咋的了？手坏了。怎么的了？没啥大事儿，那个筋坏了，抬东西整的。撑着了。啊、嗯。我舅现在也跟我爸一起干工地活呢，累不累？累的。你这体格能干动吗？干呗，为了生活没办法。看我爸，啊，造这么憔悴。你看我舅穿的干干净净的。这姐夫小舅子在一起干活，我爸事儿多不？以前我也跟我爸在一起干过活，后来分开了，老产生矛盾呢，跟我爸。等会儿我送老舅回去，我买的好酒，给我爸喝点。看见大孙子高兴啊！这舅老爷，这当爷爷了，我舅啊！爷爷给洗碗打抱呢啊！谢谢，谢谢。俺娘的呀，认不认识了？俺娘的呀，俺娘的呀，俺娘的呀。哎呀，阿伯爷，你们开车去上班多少公里？那天天通勤呐。哎呀，那在路上都得开一个半小时车，差不多。一个多小时。做几个菜，我妈今天？不知道几个菜，我新收起来这些就干的那个。啊。哎，还干那个？你做的没？我在我姐家都吃那个西餐了。茄子没跟我们那个还做干，没跟我就这么近。你看我爸累了干活，还有我舅来了，给他们做就行。看你弟弟都瘦啥样了，给他好好做点，好吗？哎呀，你舅妈他恩盖他就不他就不，他见到我们这个屏幕了。我舅妈也会做菜，好吃做的。我妈下班回来，还在给我爸做菜呀。我看我爸是最辛苦的，在家是吧？我想，我姐他们不是住新房子吗？嗯。到时候我也给他拿一个这个锅跟那个锅，是吧？我给他包个红包，他再去了。他家没有这个锅，我给他拿一个。你姐给你们红包给没给？卖房子是吧？嗯。也给了呀。我们也得给呀，他不给我，我也得给他呀，是不？当弟弟的，像不像他俩长得？
我长得像我爸。嗯。你就长得像。像我老。他老，你老。我爸洗完澡出来了，第一时间抱他大孙子，一夜先回来呵呵，笑得多开心呢，是吧？嗯，抱抱，啊，亲亲爷爷，亲不干呢，亲，亲哎呀，嘿嘿，准备开饭了，给我吧，拿进去。哎呀，哎呀。可会了，他看他老天天炒，他也跟着炒。这个在机场免税店买的，200块钱一瓶。刚才我在网上看，100多两瓶。哎呀，哎呀，别碰这个了啊！又有一呀，没事儿呀。你咋不喝白的啊？喝呀。看我爸一喝上老高兴了，干工地确实累，解乏喝点是不？一口干了，真贪呐我爸。啊？我妈不让你喝了，你少喝点。等一会儿我给我老舅倒。哎，别拿，安着。哎呀，他还跟着乐呢。那个小碟是你单独的菜，你老你奶给你做的。别够，你就坐这吃得了，二儿子。现在我们也准备吃饭了，看我妈整的这个黄瓜钱炒的土豆钱，鸡蛋酱，蒜苔炒肉，孜然牛肉，凉菜。还有一个泡菜，妈来吃饭吧。看我爸喝了点小酒，看着自己的大孙子，这酒好好喝。好喝。吃点生菜。现在我们也准备吃饭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，小尤达。拜拜，大家拜拜。